如果只有一个两个人跳出来，那打阵会很辛苦。但可能哇，这样子梦想家在这一段时间可能陷入一些麻烦了。快攻的机会，肖胜宇得分。平浩抛到球，马上进攻，肖胜宇背后一球，再一个转身来了。球给田浩，接进去，弱边，肖顺义，哦，好球！哦、这个是肖顺义的长处了、哦，在半场阵地战去做这种跟进，接到球以后冲击篮筐。嗯，因为前面两场大黄蜂他的三分球是六投三中哦，跑得快，跳得高，肖顺义。三分外线投射短，篮板球是属于肖顺义的。其实这几场也有感觉到、啊、他在情绪控制方面，我觉得做得还蛮好的。哦，肖顺义突然间急停。